那段时间，声音不一定远，听到了。然后呢，我是在法国到了朝阳大学里面，我的专业是建筑材料，他现在就有法国建筑公司，他报告的题目是工业区应用设施的原则和分析。大家好。很高兴在这里，向大家介绍一下，我想明天要的一个项目。我个人就是从原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介绍专业项目以前，简单介绍一下，我是毕业于我。